前看一眼，前看一眼，前看一眼，我走了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飞夜话，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毅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贺顿。这位呢是我们海丰国际电台的著名主持人钱可以。我需要专业的声音来帮助人们解开内心的迷惑。电台节目？对，我不去。他这种人性格非常张扬，爱彰显自己。你们女心理师的事情都这么好看？钱可以，我找你很久了，叫我家辉就行。很丑。就是我们今天桃园三结义，这个钱可以终于突破你这堵墙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还有想法，它支配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，如何看待自己。其实你没必要所有事情都做得正确的，生活不是咨询。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，我陪着你，咱们一起面对它，解决它。给你两个选择，让我成为你的心理咨询师，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。只要你需要，我会一直都在。